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。Hello，Hello， 威廉啊，我哪里啊？我现在来着。啊啊，哎，你去那个，哎，来的时候你去 Tesco 旁边那个第一间那边看我一下，我再去这打包。哦 ，OK，OK。啊 ，OK，OK。对，来。Hello， 哎，再有一家，刚刚好，嗯，我刚刚把打包完了。哦，然后我本来想打给你，叫你不用来，我现在已经开到了。哦。这哦，要起来，就屁股起来。爸旁边一点啊。啊，这。现在我是要跟 William 一起出去，他要买一些礼物，买20份礼物，所以就跟他一起去了。反正今天是礼拜，还有今天是劳动节 ，so。阿罗耶，要去啊？懂不懂？我没问他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要出去吗？我啊？你要出去吗？哦，我现在在马路边。哎，这样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关系啦。是，没有事，拜拜。没有事啊，没有事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So 刚才那个我哥噻，他就想要 promote 我一点东西哦，然后看到样子他就问了 ，Hello， are you working or studying？ 很明显我是做工的嘛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就跟他讲 studying， 他讲哦 ，sorry， 因为之前你们跟他讲 working， 他一定会烦你了，所以下次你不要他们烦你的话，就跟他们讲。讲 studying 就行了。他问都不问我啊，明显我在读书。对呀、啊。我要不要考虑去买一些回去给台生穿一下？狗衣啊。还是这种大件。那就买这个 Japan， 当给他当日本糟糕。什么？鞋子。Folding super， 哇，不用了。今天完全就是购物天，出钱的日子，出钱的日子，钱包出血的日子，对吗？我吧，我吧我，好吧，我来看吧，我看他怎样出血吧。有20多块不见了，咋的？哦，我会大大好像你这样。哦，怎么会？啊？哦，原来这么歪呀、啊！那我朋友那辆迈 V 是也是 touch screen 的。哦。可是它好点很多，它三条线的嘞。什么？哦，你是青红吗？给了，搞定了，买完了啊？啊，用了很多钱哦。老三叫去吃东西啊，我肚子饿了。啊，江爷来到 ASD 干什么？咱们 SD 可以做么？吃东西啊，饿了。SD 是一个很多阿瓜的地方，我不懂现在还有吗？现在还有很多阿瓜。我不清楚。就是 SD 这地方是吃螃蟹，还有就是阿瓜的地方。螃蟹。螃蟹。什么螃蟹？不是有吗？哪一种楼海？楼海？什么海呀、啊？反正今天我们再来吃的是这个叫什么？一桃麦粉。它的好吃啊，对啊，试一下。等下你选啊。选什么？吃什么 ？OK。这个很正宗，吃粉。粉。鱼头米粉还是什么？啊，鱼头米粉。要加盐是加鱼料吗？我要加东西啊，不用。不用加两个味。OK， 还有。然后要吃什么？要菜吗？还是要米？还是要豆腐？我没有来这种这样子吃店的习惯，所以啊，要 order 这些我不会 order。来到的时候他已经不会讲话了。我不会讲话了，他刚进来的时候跟我讲要 order， 结果我不会讲话了，因为他没有一个 menu 给我看，然后问他的时候他又讲得很快，所以我不知道在讲什么其实。
哦，这样大碗啊。两个人吗？那披萨啊，鸡头。OK 了，没有看到鱼头啊。跟你们讲，放了下去哦，你们要放一点汤啊。这个吃甲。有点废话了。对。然后是没有第一口那是要喝汤先哦。用哪肉啊？肉啊。来吃一口肉。不要不要。要慢慢来啊。要从最淡的东西先开始吃，因为你吃好那鱼肉，你整个嘴巴就是肉的味道，你吃不到那米粉的香味。讲的也对。来，我来。这个是 frog， frog 应该。来 William， 不敢吃啊 William。妈咪告诉我什么都要吃。好吃吗？看好样子，就知道几不好吃啊。不好吃，这边全部你吃完了。啊，避不了。很贵啦，一定要吃完了，不要浪费钱，自己出啊。现在要来这天哦，要学了韩哥样的，烧了。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我不认识他。都是这样的吗？我爸爸每次都是这样的，去一些客家餐厅就烧了，然后去这个的，啊对。这一场的出的钱还不够我刚刚出的多呢。可是吃得好开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买嘞？我跟你讲，我对吃也是没有什么的。啊，对吃有，吃是可以吃多一点的。这样又不吃，我自己不舍得吃。人家吃啊，人家吃我就不舍得。这些是鸟大便吗？现在玩野呗。上车上西汉。上车上西汉。很老哎。新车比较好大，新车比较大变态。我们好像旅行人啊，来水轮班一乐游样子，做了很多地方，一直找地方吃东西啊，这样。给我一个 D7 啊，Focus Mode。他在那边看我的孩子日记，现在人啊有病了，知道吗？有真人不要看了，还要看一个荧幕上的我，你看，还看到这样，我没有看我听吗？听他讲话吧，还要看他自己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喝了他脸不打折。没有啦，可能喝了他就有打折。我还讲，然后醉了吗？然后我问他说这个，然后打包呢？喝的，就这样笑着。All the way。 啊，相信今天是搞定了的了。Long day 也不算 long day 了，差不多 half day 样子罢了。因为全部人都那么迟睡，醒，你几点醒啊？啊？几点醒啊？三点钟。你看，可以睡到这样迟哦，不？我很迟睡好吗？我一般吃五六点了，差不多，老蔡就要回家去了。整天聊劳动节，应该在这里睡觉了。全部白车连着去了，新一代的买币追尾了。新一代的买币。能上吗？这辆我。是啊。对。这辆是新一代的买币啊。你自己车车。我已经讲了两天，管你我地车了，可是还是要讲，有自己的车真的是爽的，可以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拜拜拜拜，我拿东西。哦对啊。拜拜拜拜。
有一个问题啦，其实我很好奇啦，我发觉、哦、最近的警察车子嘛，他们走着在路上的时候，他们的那个上面那个灯啊都会开着、哦、是不是他们一种新的规矩，他们 do gas 里面要做的一样事情呢？很好奇耶，怎么他们现在都会在路上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还是什么，他们都会开着那个灯， which 非常的惨难了、啊、我本身觉得。所以假如你知道那个答案的话呢，留言在下面告诉大家哈，相信你也是有好奇过的啊。So 今天是一个非常长的一天啊， Able to、哦、跟 William 出去跑上跑下，这些吃这个吃那个这样子，嗯，真的是希望每一天都可以这样子啦，这种生活非常的 fun。 所以呢，我在这边结束今天的孩子乐记啦，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孩子乐记，我们明天再见哟，安妞。